在60年代的一个会议上，一张老照片留下了何香凝的影像。照片中的她虽然年岁已高，但精神矍铄，手中拄着拐杖，腋下夹着一个文件夹，正准备落座。然而更引人注目的是，台上的毛主席、少奇、朱老总等人竟然齐刷刷地站起身来，与他一一握手，